情，沧海谁人听，世人都说人有情，相思谁人应，我道人间多少苦楚，生死无心。你这只傻傻的狐狸精，今生来世只为情。狐狸精，狐狸仙，千年修行万年间，火红牙，露珠腰，八戒呀是无双，八戒呀是无双，是娘亲，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，你要杀就杀我，放开他，你放开他，别伤害他，你放开他，你要杀就杀我吧，放开他，你放开，薛景，摆雷阵，我们去施法。好。Thank you.
哥，我也快没力气了。郑学景，用灵犀屏风。灵犀屏风，我该怎么召唤他？在心里默念他的名字，千万不要发出声音，试着召唤他，快！没有办法破坏掉，雪晴，快念口诀。灵犀屏风，不要！求求你不要封印我弟弟，我这就去把符咒破坏掉。风月，危险，不要靠近他！别慌张，他已经不是刚才那个怪物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风月，他还好吗？他刚才被小七打中头顶，快要死了。还有救吗？没救了。姐姐，你能帮我养着他吗？养着他？嗯，我要回到梦境里去，我还可以在梦境里见到我姐姐。这个是我姐姐的真身，她属于现实世界，只有在人间才能活下去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如果以后你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谢谢姐姐。哦，张氏父子和郭元道长心肠极其恶毒，你们今天为了救我和他们结下仇怨，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嗯，我们知道了，你以后也要小心一点啊，千万不要再被人捉去了。嗯，谢谢各位今日出手相救，来日若有机会，一定报答恩情。今天是我太鲁莽，意气用事，害得大家都受了重伤，对不起。不会啊，雪晴姐姐，你看我们这不是都好好的吗？哦，对了，那个臭道士真是害死人了，搞得我又饿又累，我现在好想吃一顿宵夜啊。别抱怨了，回家我给你做好吃的。
还是白生哥哥最好。哎，白生，你看这只蜘蛛，它长得好怪异啊，怎么和普通。谢谢啊，就这样走吧。你不生我的气了吧？不说话就是还在生气了。你为什么要舍命救我？舍命救你？嗯。那个，你可千万别多想啊！当时换了任何一个人，我都会去救。我可没办法看着一个人在我面前被杀死。而我却无动于衷。你真的是人类吗？什么意思？拐着弯骂我？在我的印象当中，人类自私自利，奸诈狡猾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你这样的想法太极端了。任何一个物种都有好有坏啊。人类里面有好人，妖怪里面也不一定都是坏的嘛。真的这么想吗？嗯，是啊，这世间啊，一定是好人比坏人多，所以我想妖怪也是一样的吧。你太天真了。各位考生，这次的复试至关重要，将会根据各位提交的画作排定名次，只有第一名才能够进宫任职，向天子效命。考场的纪律我就不再赘述，复试没有命题，自由发挥。现在请各位开始作画吧，计时吧。Thank you.
客官大人，他作弊。又来了。考官大人，他们冤枉我。你们两个都说他作弊，可有什么证据啊？我眼睛看到的。看到的？哼，笑话！你明明站在他前面，难不成你后脑勺上还长了眼睛了？我就是看到了。胡闹！考官大人，张启明他这支笔有问题，您可否允许我检查一下？检查就不用了吧，既然你们二人都说他作弊，那本官就收了他的画作和笔，让他重新来画一幅新的，这样你们总没有异议了吧？既然考官大人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听大人的。大人，来人呐，在，给他拿一幅新的画板和笔。是。啊。都看什么看？考试继续。顺利吗？你们没看到张启明画的鸟跟这老母鸡一样，真是秀死我了。郑源，有本事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试试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里啊？嚣张是吧？给我玩黑白双煞是不是？啊，你们等着，等我回去找桂园道长，把你们烧成灰！哼，烧成灰！哼！哎，张启明，别走啊！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别走，你回来呀！我回去找我爹去。回来呀！你们给我等着！走，我们走。走。来，拿着。好。你们呢，就把这些屏风摆放整齐，然后把地打扫干净。我就去休息了。明天一早还要看榜呢。好，那我们跟你一起去。哎，别别别，人越多我越紧张，你们啊就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，等我好消息吧。哎，那个，你要是再遇上张启明，记得小心一点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，光天化日的，城门口又有那么多侍卫把守，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怎么就突然关心上了？我也去休息。怎么了？他们呀，怕是碰出火花了。火花？会爆炸吗？快去干活吧。哦。各位各位，稍安勿躁，本次宫廷画师大选的名单已出来，接下来我将逐个为大家揭晓。本次大选的复试我们只公布前三名，大家都仔细听好了。本次宫廷画师大选的第三名，殷家辉。本次宫廷画师大选的第二名，
郑源。公公，是不是贴错了呀？怎么会是郑源呢？会不会是重名啊？你这姑娘能拿到第二名已经很不错了，赶紧回家报喜去吧。怎么会呢？那么接下来，我们将为大家揭晓本次宫廷画师大选的第一名。本次宫廷画师大选的第一名，他就是张启明。张启明？不可能，他作弊，他勾结考官作弊啊！郑学景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麻烦大家让一让。张公子，二位公公，辛苦了。恭喜张公子。公公，谢谢啊。哎呦，张公子真大方，谢过张公子。一点小意思，以后还请二位公公多多关照。张公子别客气，以后有事儿您尽管说。好，我家中还有些事情，明天自会去御画馆报到。张公子请回，明日再会。走。官商勾结，卑鄙无耻。公子请。雪景姑娘，今天那几个小妖怪没跟你过来呀？和你有关系吗？哦，还有你那个俊俏的小堂弟郑源也没来，莫非是知道自己会名落孙山，躲在家里哭鼻子吧？名落孙山？张启明，要不是你作弊，郑源他就是第一名。别胡说，本公子靠的可是真才实学，小疯狗啊，可不能乱咬。真才实学？你的真才实学就是坑蒙拐骗，和你那个卑鄙的爹一模一样。你本公子今天心情好，懒得跟你计较。修行千年，一朝好景。